他来了，来看你了。
亲应该来讲。所以你这个呢，就是导致你膀胱癌的人。你妈妈呢，是导致你喉咙头痛、失眠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妈妈一来，你就睡不好觉。你告诉大家，你失眠不啦？睡觉睡得好不啦？睡不好。啊，看见了吧？什么标准啊？所以人死呢，并不是马上死掉。我告诉你们，有的活了，死不掉的。像这个老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你膀胱这里是真的有点麻烦，你要吃全素，就维持天命了，不行，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，好吧？所以你要记住，老婆婆要吃全素，然后每天念49遍大悲咒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你还要念啊这个心经，而且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从今天开始吃全素，好吧？哎，我看看吧，你这个病啊，你现在几岁啊？68是吧？几几年的？属猪的。48年吧。48年吧。那老婆婆，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你是一个大的劫，实际上你的命还有那个阳寿。但是你这个节应该到明年8月份是过不去，你会走掉的。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听台长的话，像你这种病，我不知道救了多少了。你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救过的那些生癌症医生都说，你回家就好吃好喝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做比这里做的这里的人还多。我告诉你，全救得了的，就是要看你自己。你要有信心，你好好的听话，念小房子，念经。然后许愿还要放生，我看你有点钱的，你好好拿点钱出来放生吧，明白了吧？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放生，如果你好好的放生的话，应该你要放23000条鱼，是吧？好吧，你要放，你好好放吧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你这个人就是年轻的时候。女人太多了，太花了，还债啊！人家来找你还债，你都要，而且要的时候还要推，还要锻炼。啊，好好改毛病啊！啊，要忏悔，礼佛要念5遍，好吗？家里有没有孩子帮你念的？没有。你找人呐，找共修组的人。请他们帮忙，然后你自己呢也要好好的念啊。你要是能够把这个关过了，你还有6年可以延续，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好好努力啊！你的咽喉啊，我看你长了个小结子。有什么反应？啊，长了个小结子，你这个都不是太大的小泡泡，明白吗？你的前列腺已经让你小便滴滴答答了。明白了吗？而且我看你这个可能动手术的，应该已经好像动过了，看着。可能医生要叫你动手术的，再靠前面那一段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整个让你小便都不能吃了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有时候真的要好好修心的，台长看得很清楚，我已经跟你讲了，这个关过了，你还能有6年，然后继续再做善事，做好事，好吧？如果我今天帮你加持一下，应该好很多，至少说让你这个炎症可以消掉很多。你今天晚上回去小便就通畅很多了，但是这只是给你加持了一下，过几天可能又会不好，所以你要不停的要。这个要念经，我觉得你吃点牛黄解毒丸，啊，听得懂吧？牛黄解毒丸是那个《黄帝内经》里面，过去皇帝身上长疖子啊，他就吃这些东西，很好的，而且中药它没有副作用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没什么事情的，不要做坏事的，众善奉行的，现在做也做不动了，好了，就是。Thank you.